老师为孙氏内家拳传人，自幼习拳，后经武术界拳友引荐，随孙氏内家拳创始人孙禄堂之嫡孙女，击技大师孙存周之女孙婉容大师一对一的细心教学，从而窥得孙氏太极拳、孙氏八卦拳和孙氏形意拳之原貌。洪老师后拜入孙老师门下，成为孙禄堂直系第四代传人。一场往返北京向恩师学艺，洪老师现为新加坡孙氏内家拳研究会会长、濮阳拳社新加坡分社社长、新加坡传统武术联盟会太极主任、新加坡易经研究会武术顾问等职，由于新加坡兀兰一带传授孙氏内家拳。洪老师也是中国以外少数教导传承孙氏三拳的老师之一，亦有马、台、美、澳、法、意等国家学生到新加坡向其学习孙氏内家拳。